婚礼前最后一晚，张木晨心情没有什么起伏。和吴莹莹分开后，他照例回来陪女儿。不知情的丽丽窝在木晨的怀里，乖巧的像只小鹿。明天就是你生日了，想要什么礼物？我想让你陪我。我明天白天有事要处理，晚上陪你。月月租住的小公寓里，几个身着黑色衣服的人已经布置好了一切，等待着月氏夫妇的出现，喜事和罪恶一同上演。我想给我爸妈打个电话，可以吗？我都好长时间没联系他们了。好吧。这个点儿父母已经下班了，按说应该没有什么要忙的。喂，爸妈。是烟花哎，喜欢吗？这是你为我准备的生日礼物。对。你会永远跟我在一起吗？我会。在这个完美的日子里，有人哭泣，有人微笑，烟花在半空中。昨晚对于他来说是二十多年来最难熬的一晚，本应该是洞房花烛，却要忍受自己的丈夫在别的女人怀里度过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要赢过你。
请我进去坐坐吗？有什么事？你还不知道吧？昨天我结婚了，恭喜啊！新郎是赵慕辰。你开什么玩笑？赵慕辰昨天明明还陪他过了生日，安排了烟火秀送他当礼物。他明明……明天就是你生日了，想要什么礼物？我想让你陪我。我明天白天有事要处理，晚上陪你。他轻描淡写说要处理事，就是瞒着他和别人结婚。我有点不舒服，请你离开。才这么几句你就受不了了？就你这样的心理素质还学人家当什么小三啊？我不是小三，你给我闭嘴。